今晚不能，我想这些应该够用了，大伙都安歇了。是啊，你都赶到这里旅途劳顿，早都已经睡了。这也难怪。诶，上官大哥还没回来吗？他自告奋勇进城里探风声，也不知此刻是否平安。他怎么不会那么快回来？那个意味着推想他七上八下和老同事们饮酒作乐，咱们就在这里等个一天吧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子父姑娘，虽然说是推想，但听你这么说来，倒像是亲眼看见一般的。这就不用去想象了，殷公子，你也该休息了，熬夜对修行不好的。子父姑娘，你不睡吗？嗯，我还不累，何况从这里能看见京城顶上，我可以从床子监视妖气的动向。子凤姑娘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却又不知该不该问。殷公子，我们交情非浅，有什么事是不能问的？我心下一直觉得你和那位来去飘忽的前辈都不是凡人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何会来到人间，又为何要出力助我。我想问你们真正的身份来历，但又想你九成是不会说的，所以一直迟疑不决。不是不能对你说，是现在还不能说。不过就算我自己不讲，你也猜了七八成，对吧？那是我自己 胡思乱想，做不得准，或许就能如你所想的一般呢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殷公子。风姑娘刚才说要一个人去赏月，如今夜色已晚，她一个女孩儿家孤身在外，总是有些不妥，你还是赶快去带她回来吧。这个我去不免有点不便，还是子风姑娘你去比较适合吧。殷公子，风姑娘对我有点心结，我去并不妥当，若是你的话她一定肯定，我想还是你去的好。心结大概是因为你很听我的主意，兼之凡事都向我请教，还可能有点吃亏的缘故。风姑娘外表精明坚强，其实她内心十分寂寞。殷公子，你可多陪陪她才是，别辜负了人家对你的心意。这我明白。啊，风姑娘有没有说她要到哪里去？她说要到北方的小狮子去，我记得她是往那个方向没错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风姑娘，原来你在这。风姑娘，夜色已深，你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不，再让我多瞧会，这么漂亮的萤火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萤火。你没见过萤火虫吗？我自小在庞帝陵长大，从没见过萤火。殷大哥，你陪我瞧一回好吗？好啊，不过咱们不能待太久，紫凤姑娘会担心的。又是紫凤姑娘，紫凤姑娘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怎么了，凤姑娘？你又生气了？你只在意紫凤姑娘的话，我连心情怎么样都无所谓，反正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让开，风姑娘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不打算让开。风姑娘，我这人心思努顿，说话很不得体，我自己是知道的。如果我哪里得罪你，我在此向你道不是，但我绝对没有亲你而重视风姑娘的意思。是风姑娘所思广博，思虑沉稳细密，有她出主意，自然比我来得好。我敬她为前辈高人，对他并无其他心思，我想你是想太多了。风姑娘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也知道是我自己小心眼。虽然在南岳阁那日你和紫风姑娘都那么说了，我却还是怕你心里一直在想着她。我一直想着这事，越想心越乱，我之前是不曾如此的，所以我知道独自来到这里赏月，想要收理一下心情。原来如此，那现在好些了吗？嗯，现在好多了。不过殷大哥，你是不是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事？
只要不是三天哈里之事，我自无不允之理。我师父习惯叫我月儿，如今他老人家先逝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这样叫我小名了。云大哥，如今世上真正对我关心爱护之人就只剩下你了，我想要你也这样叫我，不要在人前，只有在我们两人独处时这样叫我好吗？这林大哥，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。这当然没问题。那月有人，咦，是你们？是我们以前在撞到遇上的小姑娘，好像又负了伤，咱们过去看看。林大哥，此女身上仍有妖气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既然她与嗜血作对，那便是事有非底，我们不可以小人之心度。臭丫头，竟敢从高气手下弄鬼，今日叫你知道我嗜血的手段。咦，巧遇巧遇，原来你们在这里谈心呀、啊。煞人高兴，煞人高兴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，这可是真是冤家路窄。既然阴影都到了，精神上的黑气想必是你们嗜血的杰作吧。得到与我无关，那是猪老鬼房屋上搞出来的，红主料着你们会来阻挠，所以命我来此护阵。果然你们已闻风而至，不过没想到会遇到你们两个落单的。这个县城便宜我是捡定了，都给我出来。小妹子，咱们虽然不相似，但显然我们有相同的敌人，只有合力抗敌方有胜机，这你可能够明白。我明白，你们在太行山救过我，我在你们飞这些妖人同伙，待会替你们号令便是。那就好，你们誓死不归，紫风胡杨若觉得不对，必定会带大伙来救，只要我们相互为战，一定可以顺利脱险。这四周已被我下了天罗地幕阵，任凭此地杀声震天，外边是半点声息都听不到的。哼哼，你们三个就准备毙命此地吧。那就试试看吧。好，这一关的重点就是先汇合，然后把聂明龙的目前的装备全部给他。我怎么行动力这么低？那我顺便召唤领取好了。五峰，我把五峰灵赏放在风行月身上。这局好像没有办法，这一关没办法剪成一级的样子啊，有点难度啊。哇、哦，行动力增高，其实这关也可以练等啊，因为敌人不多，很好练。再走下来一点，走下来一点。先走下来好了，然后交给他给予。给予。我忘记把黑羽短剑放到行囊中了。我们快转，我这次快转。好，这次有记得拿了。灵蛇剑，灵蛇出鞘。我领取去拿这个。等一下，都换我防攻了。因为因为我的装备跟武器
防具跟武器装上去应该被打应该不会痛的，然后应该可以秒杀人吧，应该可以啊。声音很大声，这样好了。好，哎，没有暴气哦。那我们第四回合才会来。先准备。冲上去。冲上去！哎，我现在不是古音剑吗？不是吗？哦，是古剑干将啊！哦，不是古音剑，是古啊！我古音剑可以先把它练到古剑龙印啊，龙皇啊，讲错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打的应该很痛喽。被防住，被打完全不痛，只是会中毒而已。看一下打多痛啊！221，没有办法秒人啊！36，34。好，那我们来放火吧，啊，放个火，OK。我怎么记得他们会法术啊？哎，对，会。30、36，那这样子。哦，他可以秒他哦！不，好，就这样。还有三个宝物。升级啦，太快升级啦。很喜欢打主角欸，那我就不会痛咩。好，一击一只。不，行，哦，好像蛮痛的，啊，被我麻痹了，什么人？天罗地网阵，好阴毒的把戏，还好我手脚不差，没有来的太子，十分姑娘，你们果然来了。林大哥，你们都没事吧？这里就交给我们了，有没有大哥推过来吧。在萤火中无间冲杀，可是必有一番情绪，高奇来和我比划一下如何？哼，可别以为我怕你们，都出来吧，不用客气。哇，才几只猫想跟我打？哦，我有给那个仙女超用风行符啊，不对，我拿错了，不应该拿这个。
决。101还是有打死啊 ，OK， 补一下血好了。OK， 像补血没什么效益了，那个经验值不高。好，哇，人好多、哦。过来啊，我等你们。好，全部拿完了。果冻金甲，先集中右边好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没看到，烈法符 ，OK， 这样。哦，这后面还有一个，没看到。哎，怎么那么多宝物没看到啊？好痒哦！死蛇！哦不！浪费经验值。嗯嗯嗯嗯嗯，夜明龙打不到他。我想一下哦，他的那个攻击力比较高。经验值有够少，才99。吐痰而已。OK， 好，看我了。OK，
然后这里的话嘛，先把这个，哎，等等，我觉得可以留着，然后让他们打我们三个，然后再给阴剑平补血。不错不错，就这样办。OK， 那我们移动。就应该把叶美浓的防具拿下来哈，然后受伤受伤被打的血耗比较多一点，我们再补血，这样效率应该比较高一点。刚刚没有用法术攻击，还用麻痹的那个招数，结果什么人都没麻痹到。他们是怎么样走下来的意思啊 ？OK。就高气走下来。哈哈哈。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不要这样搞我啊！绝杀剑，等等等等，我觉得女主角一定会被干爆啊！哎，是打赢他就可以了吗？看一下胜利条件是什么？胜利条件击倒高七，这高七不能先打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麻烦啊！鬼火弹，怕冰吗？可以，冰华之阵。结果没受什么伤，是可以往后退啊，但我觉得没必要往后退。我看看，对哈，我也有招式哈。这样动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只怕他放招式打风还月，那就只能悲剧了。OK， 知道。我现在的做法是要先让高七麻痹，应该可以啦，他麻痹的话比较好，这样凤凰月才不会死。哇，好痛哦，好像很难耶。唉，好，如果假设不麻痹，感觉这是会死啊。大家可以用绝杀剑吗？可以，感觉是会死。
反正不能走太多步嘛，那路走这样。韩千秀要来喽！确实，好，快转。好，第二回合终于撑过去了。剩下嘛，我看一下，真硬，硬起来，真硬。想打得死吗？他打得死呢。那应该先让韩千秀那个的，先让韩千秀先攻击一次再打。我在想办法让他一直打我，这韩千秀还可以补血啊。就这样吧。反正就是这样子，靠这种方式一直让大家慢慢打。如果不敢的关卡的话，可以这样子做。然后再那补尸补血，然后练等这样。哎呦，可以，如果尽量不要暴击就不要暴击啊，有暴击就重来。但我们懒得用了。高俊帅，然后仙人哨攻击力是最高的，目前呢。好，补血。啊，我按错了。
啊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我应该打那个诸怨鬼火了，按错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就直接跳过给高阶最后一集吧。好，要给他做一集了，先你操上吧。哇，九一九，直接升两等，那应该给真英打的哦。好吧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风姑娘说了没错，这里被人下了障眼的幻术，有了隐藏此地本来的面目。幻术哪是平等所擅长，现下就解惑这幻术来看看。破啊，你竟然穿了一个地窖入口，怪不得回到这里就被高七伏击，还不知道他是从哪里钻出来的。嗯，看来高七便是由此地逃脱的，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？林大哥，这地窖入口不通往何处，如果我们莽撞误入，或许会中了敌方陷阱，说不定。现在已能确定事情潜伏在京城之中，若不赶快找到他们，京城周围数十万百姓的性命就岌岌可危。便为此故，如果能有这洞口寻到事情的踪迹，就算里面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非从不可。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近来上官老兄不在，待会便由我打头阵，大家再随我后头进去。那便有劳仙羽前辈了。小妹子，你跟不跟我们去？我自然去，这些人是杀我师父的仇人，我追了他们很久了，然后我一个人势孤一单，总是输给他们。与其如此下去，倒不如像刚才那样和你们联手，这样能为师父报仇，要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小妹子，不用妄自菲薄，小人年纪轻轻，术法修为可不在我们之下，将来咱们不免要和嗜血大战，需要你出力的地方可多着呢。不过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叶明龙，师父他老人家为我起名的。应姑娘，我们必定尽力，助你完成此一心愿。不过眼前当务之急，却是追索那高阶的下落。秀影前辈，咱们就下去吧。嗯，大伙跟着我来。OK。好啦，这集就到这边啦。好啦，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这个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那也到我的粉丝页按钮追踪。好，这集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